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薛宝妈。不知道你们家的初中生在家的时候，临走的时候要不要签字儿？我们家初中生临走的时候要让签字儿、检查作业。还在学校推荐了这些书，让孩子自个儿选两样。大伙儿帮忙看看买哪两本合适。不过在学校买还优惠，25元一本。孩子自己选的是初中考点直播语文，还选了一本是世界经典悬疑小说大全集。然后等会儿给把这作业都签完字儿，孩子明天就要回学校了。